去屋子里面。啊，还有一份大伯的，大伯呢？你吃的啥呀？我吃过了，吃过。你吃什么的？我吃的也是这个。还有大伯的这个。他带出去了。啊！不好吃，不好吃，我不爱吃。你不喜欢吃这个？这已经是我人生之后最好吃的炒面了，最好吃的炒面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出去。啊，对。看看你们这里面的欢声笑语啊，哪像是工作，完全过来度假吗？想不到这个世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一份工作，就是每天吃吃喝喝。让小朋友哭一下子啊，说明你们在拿相机拍几张他的丑照啊，放到网上当表情包。哎，这样一想，你们这个剧组工作真的是美滋滋，爽歪歪呀！我便衣姐就为要到你们这边工作。